着我，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。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，我只在乎你的绝望，我的孤独。但是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们之间至少有一个人得到幸福。我已经耳聋麻木，我们剩下最后倒数，怎能用几个字把一分一秒说清楚？如果还有最后的默契是唯一的礼物，最后的默契就是用来让爱心安心瞑目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怎会相见生如不见，浪费了那年春天烂漫的春眠。就不要再浪费最后的默契，那是仅存的奇迹，那最后的奇迹就是用来把彼此变成空气。那最后的奇迹就是用来把彼此变成空气。